OK，我最喜欢的游戏来了。天呐，天呐，真的是很好玩啊！尤其是少数我真的觉得好玩的游戏哦。电源吗？这边可以一直孵蛋，孵数鱼蛋。其实我想要介绍比较好的鱼诶，好帅哦！它真的很多优点，就不一一讲了。我现在有点想要讲排行榜第一名的玩家了。收集度排行榜第一玩家，我们的星辰。唉，星辰。哦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啊？太漂亮了啦！你们看这游戏，真的很夸张哎。他目前是收集度第一名的玩家。哇！他什么鱼都有哎。那怎么讲？水族馆是什么？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卖鱼哦，你看一下。就你可以把它放过来。可以全血吗？然后移动过去。不是不是，这边。不是我叫你移动过去，给我玩灌鱼就对了。哦，你看孟加猫都在做，它真的很多题材耶，哈哈哈。星星鸟蛋，那这边有处女座，任何人都可以玩。你要怎么看性格？欸，人家五好友了，这边是线玩吗？应该是，你看我们随便一间。